几百年的衣服了，又拿出来穿了。是你们情侣穿这衣服，你们永远不知道情侣这两只手永远在干什么。你干嘛、啊？不要乱摸啊！手拿过来。是不是你对象？是啊，那你手，那你摸肚子，摸肚子。收腰，收腰。哦，这样。我们这把 PK 结束做完，我们下播吧，宝宝。啊，这么早？我们今天都网开播了。那你去睡一会儿，睡一会儿，然后起来做完我，怎么样？那我怎么还有？那你就做完晚安，我聊会天，我跟粉丝连麦。不要。啊，什么生日快乐？今天不是国庆吗？好热啊！我想把它脱了。小伟他不爱我了。哎，小伟他不爱我了，我都不行了。主要真的很热啊。小伟他已经不爱我了。给大家看我火热的手臂，火热健身这么久的成果，练了有一个多月了。肌肉呢？你不是给我看肌肉，肌肉在哪儿啊？肌肉啊，这儿啊，挺很大，哇。对了，我要做什么来着？十五倍一就斤。做五个真心话。行，五个真心话行。啊，这样。现在有喜欢的人吗？没有。哦。没有。在网络上最喜欢的那个男网红是谁？没有。没有。嗯。三个是，最近一次吃饭是什么时候？今年的上半年，几月几号？记不清了，只记得是在今年的上半年。我要问一个最第恐三怖的问题，就是可以问吗？就稍微大一点的，可以问吗？如果是不能回答的话，你就不用回答了。你问。你爱鹅吗？啊，什么？鹅，哎，你不要问你这爱不个，爱鹅？你这这我爱鹅吗？就鹅，是那个鳄鱼，鳄鱼，滚美开，鳄鱼，美鳄鱼。滚开！我可以抱出给你看一下，它已经两岁了。我来问，但最近一次接吻是什么时候？不就是亲啊？就喝酒的时候，有人喝多了就会亲一下啥啥的，最近一次啊。前天，等一下，我那问题还没说完呢。最近一次接吻是一次哪一次？然后是男的女的？是鹅吗？是跟男生女生都有。哦呦，最后一个，你喜欢小北还是喜欢我？喜欢你啊。哎，小北他说他不喜欢你。你在什么时候找对象啊，胖虎？我找不到，没有人爱我，没有人心疼我。啊，我其实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。我这个衣服，小北他不愿意穿了。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来穿。要不我们三个人过得了，啊，那还算了。一个一，一个零，还有我这个0.5，什么是零点五呀？0.5就是，哦，我懂了。只能活一半的命吗？对，你这是什么？好变态！呀，零点五就是又可以做一，又可以做零，知道吗？但不能教你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都不能再教，不能再讲的太多可不太好。火了，他又来电话了，火了，又有个看大火合了，好像同。也不在意。那火了每天都，往后坐，宝宝。我就接个电话。你往后坐啊，宝宝。喂喂喂，宝宝，我在忙呢。宝宝。什么？50个亿，50个亿，我现在还在忙呢。我一会儿好了跟你讲话，你先别跟我讲这有的没的。你今天60个亿来了也没用，什么马克思也要来，这你先让他去忙一会儿吧。我现在在跟奥特曼直播呢。好，我助理叫我去帮忙了。哎，安稳吧，宝宝。